生你好，毕一珍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放电眼神，甜美笑容，78年次的美女李专丽萍入行2年，专业形象成为银行活招牌，也融化不少客人。拍过那个美食特刊的杂志，还有那个发财水的活动，然后客人就会很刚好会拿着杂志跑过来柜台，会说：“哎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说这个是不是你啊？”站在第一线服务，为了抓住顾客，传统的银行圈纷纷搬出美女牌。我要换美金。好，那你有带身份证吗？水汪汪大眼睛银行正妹，25岁的思杰，2年多来深受婆婆妈妈喜爱，亲切笑容让她成为今年的服务楷模。以前在台币柜台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指名来找我，就是帮她做账啊，然后会专程等我。然后到外币柜台之后，可能他也知道外汇比较辛苦，可能也都会来给我加油打气。在美女经济风潮下，就连公股银行也不例外。到职7年的雅涵，因为外形甜美、口条好，从板桥分行调回总部。有时候公司里面会举办一些活动，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协助帮忙主持，像是音乐会啦，或是开幕。数钞点钞只是基本，还会特殊才艺台语普渡，多才多艺的正妹行员替银行形象大大加分。三立新闻徐荣超前一节台北采访报道。